来看到今天巴西世足赛的战况，第一组的哥斯达黎加以1-0击败意大利晋级16强，也让二连败的英格兰确定出局。一组的法国以5-2大胜瑞士，厄瓜多以2-1击败洪都拉斯，保住晋级希望。第44分钟，哥斯达黎加的路易斯头锤攻破不奉镇守的意大利球门，1-0胜意大利，让哥斯达黎加晋级16强，也让两败的英格兰确定出局。一组的高卢雄鸡法国队则是火力全开，在上半场就攻下三球，中场以5-2大胜瑞士，几乎笃定晋级。而同组的高原猎豹厄瓜多对上洪都拉斯，虽然洪都拉斯在上半场率先进球，但是厄瓜多前锋瓦伦西亚的梅开二度，反倒以2-1淘汰洪都拉斯，保住晋级希望。新唐亚太电视综合报道。